小组注意，等待时机，解救人质，一定要保证人质的安全。一组明白，二组明白，三组明白。我命令，开始行动。大家刚才看到的解救人质画面，是河北省承德市公安局为处置突发性案件而进行的一场实战演练，目的是为了检验鹰眼警用无人机在实战中的作用。这次实战演练的科目是犯罪嫌疑人持刀将人质劫持到了一座楼房的顶部，最需要的就是情报，犯罪嫌疑人地点，藏匿的地点，这是最关键的，只有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咱们才能对他进行抓捕。现场的环境是啥样，地形是啥样。楼里，在楼里了。使用鹰眼警用无人机从空中进行拍摄，实现了从最佳角度对现场的观察。不仅如此，鹰眼警用无人机还可以将实时的画面直接传送到指挥中心，能够实时的动态的信息，哎，能够传回到指挥部，不是说你要通过对讲机喊话是吧？它有一个时间差，一层层层层转，再一个呢没有图像的支持，你只能是判断，但是呢有图像了，也就是说指挥员可以身临其境的，哎，在这个什么呀，在这个现场进行指挥。而指挥中心之所以将最后的行动时间选择在天黑以后，就是让另外一架具有悬停功能的警用无人机升空，利用这架警用无人机上装置的强光照明，向犯罪嫌疑人发起突然袭击。通过实战演练，可以说鹰眼警用无人机在这场处置突发性案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次演练中，承德市公安局所使用的鹰眼警用无人机，它的发明者就是承德市公安局的民警徐静。徐静是1998年从部队转业到承德市公安局的，其实他也并不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之所以能研发出鹰眼警用无人机，还是起源于儿时对飞的梦想。我有这个梦想，就是从小就想的这个东西怎么飞起来，看着天上的飞机有点有这个梦。出于对飞行的热爱，让徐静成了一个喜欢业余时间自己制作和装配并且放飞模型飞机的航模爱好者。
用徐静自己的话说，那时候就是一个兴趣爱好。而真正转向研究警用无人机，是他到了公安局工作以后。在公安局工作期间，徐静先后在派出所、治安、刑侦、禁毒等部门工作过。他逐渐感觉到无人机在公安工作中应该可以发挥一些特殊作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当时自己玩的模型飞机，由于飞行时间短，起飞后声音特别大，根本无法完成秘密侦查任务。没有办法，只有自己研究解决。但这对于徐静这样一个没有专业技术的人来说，难度可想而知。他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钻研无人机知识，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他的状态可以用痴迷二字来形容。没有时间去外地请教老师，他学会了一个有效的方法，上专业的网上论坛请教高人。虽然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徐静却从没有想过放弃。他硬是凭着自己的刻苦学习，使自己从一个无人机技术的门外汉，逐渐成为一个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他对他的追求有非常执着的这种韧劲儿，遇到困难之后不退缩，不气馁，坚持走自己的路。他老徐长我几岁，那个干活有冲劲儿，这我特别佩服他。只要他认准的事儿，他肯定是一直走到底。而要想设计制作这种特殊用途的无人机，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需要资金的投入。于是钱成为徐静面临的最大难题。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我呢在这个上面没少投入，投入的很多。无人机和航母它是两个级别的，一个飞控将近10万块钱了。看点电压啊。行。无人机的研发需要投入许多钱，徐静把家里的积蓄几乎全部用在了这上面。经过不断的研究，徐静第一代无人机装好了。经过多次试验，效果都不错，他准备向大家展示一番。信心满满的他这次还请来了一些领导前来观看自己的飞行表演。目送飞机飞走了，然后说飞机呢，我说不要着急，一会儿就回来了。然后说喝水啊，抽烟挡着，一会儿就回来了。结果左等右等都不回来，再一看这个地面站，飞机已经没影了，找不着了。这架第一代无人机最终没有找到，十几万元就这样打了水漂。但试验还要继续，再从哪里找钱买新的设备，把徐静难住。这个是问到我的难处了。说实话啊，无人机很需要钱，大家都知道搞无人机是个烧钱的行业，就是刷刷刷点的钱烧。你一个飞控10来万啪损失了，这不是钱吗？是吧？
咱们挣工资的哪有那么多钱，是吧？你摔一次可能可以承担，丢俩次他受不了。说实话，不仅徐静觉得受不了，他的家里人更是无法接受他的这种痴迷烧钱的举动。当时这个我搞这无人机，父母也是不同意，说你搞那个那是玩呢，你还这么大了，你那多大岁数了，你还玩这个？说是你这个都不务正业，当你的警察，你搞那些乱七八天天飞玩呢。就是他的，这是他的功能。最初父母不同意，为了搞事业，家里的钱也让他折腾得差不多了，甚至连孩子的压岁钱也被他拿来买了设备。妻子也对徐静采取了经济封锁，没有办法，徐静这次打起了家里装修房子钱的主意。他家装修的时候，正好他想上一个无人机的这个新的材料，进行一个新的试验，没有钱，然后呢，他就把他爱人给他装修房子的钱，全部用来买无人机这些材料了。装修房子的钱被徐静买了材料，当满心欢喜的妻子到了新房之后的结果可想而知。然后说非要看看这房子装修怎么样，然后拿着钥匙就去了。有一天从我身上拿着钥匙去了，一看地里就是水泥，啥也没有。这个事儿反正是家庭就有矛盾了。在试飞过程中，徐静不仅经历过飞机丢失的痛苦，而且他还要亲眼目睹无数次自己设计的无人机因为各种原因试飞失败的画面。当时就脑子就懵，哎，就是那会儿的说不出啥想法，那万念俱灰的感觉，逐渐给自己提前下来。就在徐静需要帮助的时候，承德市公安局的领导给予了他支持，不仅肯定了他的研究，而且在资金上也给他给予了支持。在这个科技项目方面，在这个创新方科技创新方面，我们有这样一个技能，就是看你这个发明创造跟公安工作实际有多大的作用。它如果跟公安工作能紧密结合，那么就让你都形成共识，义不容辞的尽最大可能去支持，而且让它发展，然后呢应用于公安工作实践，这就是标准。在得到了公安局以及各方面的支持后，徐静的鹰眼警用无人机研发速度加快了，经过无数次失败和反复改进，凝聚了徐静无数心血和智慧的鹰眼警用无人机的性能大大提升。徐静研发的鹰眼警用无人机采用了新型电池，使得连续飞行时间大大延长，这样更加适合公安工作。而且机身选用特殊材料，不仅解决了重量问题，而且不怕摔。因为警用的特殊需求决定的，有时候啊，它这个案子来了，你要是起飞，也许一次起不来，掉下来怎么办？你要说是掉下来二次付费率，就是说的一个，第二次起不来，你直接影响这案子的侦破，是吧？但是你说是不怕摔下掉下来了，我们接着飞还能飞，这样的话呢，就是更适合警用，更适合这个实战。有可推广性。2011年3月27日上午，徐静正在进行无人机的飞行试验，突然得知承德市鸡冠山发生一起山火。鸡冠山着火了，我们赶快开车就去把飞机就飞起来。
面很这个很直观，对这个案件侦查，就说不对这个灭火啊，这个治病这个灭火方案，行进路线，还有这个着火点，这个很直观有用。所以说当时我们马局长就找我，说是我们一起，专门为这个森林灭火，我们怎么能做一个东西。初试牛刀鹰眼警用无人机就在森林灭火上派上了用场，有需求就是警用无人机设计完成的动力。于是根据承德市森林防火的特点，徐静和他的团队展开了针对性的设计。全市的这个森林面积3315森林覆盖率达到55.8%，在华北来说也是比较绿的一块。现在由于山区这个人员居住比较分散，所以管控野外火源很难度非常大。发生火灾以后，尤其是山区扑救也困难。根据承德市森林消防的特点，徐静研发出了鹰眼一型、二型、三型警用无人机。三架鹰眼警用无人机根据不同时间的需要轮番上阵，确保森林灭火行动的成功。鹰眼一型无人机可以第一时间到达火场上空，对火场区域进行长时间巡查，回传火场的实时图像，判明火源、火势、风力、风向，并且进行精确定位，方便地面指挥者及时判明火场态势。原则就是打倒打响打了，但是小的时候你看不到它，如果大的时候火场变大了，你侦查这过程当中要一定的时间。由于你把火场也侦查清楚了，火场可能变得更大了，所以这儿呢就有贻误这个扑火的有利时机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如果用无人机的话呢，它就快速侦查火场，掌握整个火情。如果人工的话，可能一个小时了解火场，用无人机上几分钟可能就了解了。鹰眼一型无人机还可以将火场面积、轮廓、蔓延速度等数据实时传回地面指挥车。通过鹰眼无人机实时回传的视频图像，及时分析研判，布置灭火警力、行进路线。鹰眼二型无人机搭载灭火弹模块，装填4到8枚专用灭火弹，可对主火场区域进行空中定点灭火，及时、高效、快速地对危险区域进行精确扑灭。灭火行动结束后，鹰眼三型无人机搭载热感模块，可进行后期现场的多角度不间断监控，防止死灰复燃。在森林灭火上，鹰眼警用无人机发挥了作用。2011年，鹰眼警用无人机在禁种铲毒工作中更是大展拳脚。鹰眼警用无人机实现了全方位无死角的大范围踏查，极大地提高了禁种铲毒的工作效率。承德市是一个以山区为主的城市，随着这些年对于毒品种植的打击力度，一些不法人员将毒品种植地点转移到了深山里。他现在的种植都是在密林深处寻找一块适合罂粟生长的这么一块地方，面积一般的很小，我们当地按照我们术语来讲叫开天窗。
观察天眼的最佳角度应该在天上，而鹰眼警用无人机的空中优势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它在林子深处隐蔽性非常强，我们去踏查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接近于这个地方，隔几米远都看不见，因为它这个植被非常好嘛。再加上夏天那个阶段，植被特别的旺盛，不到跟前儿，甚至说不到那个地方去，一般是发现不了的。鹰眼警用无人机能连续航行一个多小时，可以飞到500米高空，将地面的作物照片和视频拍下来，实时传回地面。工作人员一旦从照片中发现可疑毒品种植地块后，就立即根据坐标找到该地块进行现场调查。鹰眼警用无人机应用到禁种铲毒工作中，不仅准确率高，而且可以大大节省人力。传统的禁种铲毒方式是组织人员在山区里面进行拉网式的探查，但是由于山高路险，工作效率很低。有了这个飞机往这一运用，那不一样了。它一个小时，它能航拍200平方公里。这200平方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咱们50个人一天踏查的这个量，这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嘛。仅2012年一年，承德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利用鹰眼警用无人机，在承德县平泉、龙化、围场等县区的27个乡镇进行航拍，探查面积5000余平方公里，发现非法种植地块80余处，铲除罂粟数量占全市总铲除数的80%以上。用无人机这个勘测容易得多，发现得多，而发现得非常准确，这样呢。这几年承德整体来说种植罂粟面积呈几何状的下降，就是因为啊无人机的这个及时准确的发现起到了很好的遏制作用。在公安工作中发挥了作用，无人机的研发更加受到了承德市公安局的大力支持。2013年，鹰眼警用无人机被列为承德市公安局18项重点工作之一。与此同时，为了尽快让鹰眼警用无人机在公安部门的更多实战中充分发挥作用，承德市公安局组织开展各种实战演练。只有通过不断的演练，才能发现在实战中确实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经过不断的磨合，在第一线呢，根据实际需要，各警种之间的配合，然后再改进这个无人机的功能，逐渐的让它更适合第一线实战的需要，这样呢就能很快的提高工作效率，把第一线的需求变成我们实际行动，最后再反馈到这个第一线，再发挥作用。
快，大家踊跃献计。有，滚，滚。确定犯罪嫌疑人跑到这个山里了，咱们把这个利用这个侦察机确定嫌疑人位置，咱们有一个追捕的方向。这样呢，对于咱们自身的安全也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我是指挥中心，犯罪嫌疑人往北方方向逃窜，抓捕小组迅速向该位置靠拢。通过演练，让鹰眼警用无人机的各项性能更加完善，也使徐静开始琢磨如何通过搭载更多与公安工作相关的模块，让鹰眼警用无人机进一步满足不同公安工作的需求。这是贴近实战嘛，这个我们这个我们研发的时候，首先就是根据这个，我是警察是吧，我们需要什么去琢磨点什么，哎，捣鼓想办法就是真正用在实战上，这个思路。这边不行，咱在徐静他们研发的众多贴近实战的应用模块中，有一个是救援模块，它主要是给落水人员或者是被水围困人员投掷救生衣的。有一个人落水了，就是他是打鱼的，然后是从水流太急冲到这个江心岛上了，这时候他回不来了，就哎这个需要救援嘛。接到救援命令，装载了救生衣的鹰眼二型警用无人机立即升空，飞向等待救援的人员。鹰眼二型警用无人机的特点是可以在空中悬停，当到达需要救援人员的上方后，在考虑风速等因素后，鹰眼二型警用无人机选取最佳位置在空中悬停。指挥车按动投放按钮，救生衣就可以准确无误地投掷在被困人员身边。数次失败和反复改进，无人机的性能大大提升，降落时可滑跑或利用降落伞着陆。由于载机成本低，特殊材料经过碳覆膜处理，即使发生摔机也损失不大。鹰眼警用无人机在200米高度几乎听不到无人机马达的声音，非常适合于公安警务侦察飞行。鹰眼警用无人机不仅在承德市公安局的实际工作中发挥了作用，而且他还为兄弟公安机关的公安工作发挥了作用。
2013年12月29日凌晨，广东警方成功围剿广东陆丰市三甲地区制贩毒第一大毒村博社村，一次性摧毁以陆丰籍大毒枭为首的18个特大制贩毒犯罪团伙，捣毁制毒工厂77个和一个炸药制造窝点，缴获冰毒2.925吨、 K 粉260公斤。但大家不知道，在这次行动中有一个幕后英雄，他就是徐静和他的鹰眼警用无人机。在案件侦查期间，鹰眼警用无人侦察机充分发挥他的特长，多次升空进行侦查工作，为广东警方制定作战方案、实施精确打击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你在他们这中间的草堆里可以在他们的绿房醒目吗？原先不愿意在绿房。正是由于徐静的坚持，才让鹰眼警用无人机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公安警务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承德市公安局的支持和徐静的带动下，承德市公安局涌现出许多和徐静一样志同道合的人。我们全局确实形成一个很好的氛围，而且成立了无人机协会，这个影响了一批人，都集中自己的心智，努力的钻研一些东西。除了无人机之外，其他方面的项目跟公安工作实际结合的，也有很多这个新的发明和创造。现在，无人机协会的民警们总会在节假日带上自己的宝贝相聚在一起，相互切磋技艺。如今，利用无人机来协助自己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已经成为承德市公安局一个亮点。我在这个食药部门啊，查一些的黑窝的黑工厂，那这些地方你是不可能人去接近的，那我就用我的无人机，小便携式的，就可以去把它的这个上空的周边的这个情况咱们侦查清楚。鹰眼警用无人机让公安工作插上高科技的翅膀，长出了一双慧眼。提起鹰眼警用无人机的屡屡战功，徐静告诉我们，他还要继续努力，不断完善鹰眼，让他真正如雄鹰一般翱翔长空，让违法犯罪活动无处遁形。相信诺言还在，那是铭记。